乐乐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爸爸。啊，他爸爸拿了一啥？拿啥？爸爸。爸爸给你拿的好吃的。一会儿给你啊。这就是放嘴里没进来的药。啊，给你一盒。哇，家里工厂扛上去了。我抢劫了。被谁抢劫了？被我刚乐乐。你打不开吗？不打开。你自己打呗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什么？这个是你的营养包，拿你那个就可以了，乐乐。这是你妈妈的。这是叶酸，这是食。这个是营养包。我们现在是贫困县，小孩的话都可以领取一些这样的营养包。对，好多地方都没有。然后我们这儿的医生他说了，说不要小瞧这个营养包，虽然是免费发的，但是这个营养还是很好的。比家里的奶粉里面还要好。你等会儿可以对比一下。等会儿对比一下呗。嗯。看什么呀？那这个你看嘞，我不太懂，你这个你多了解。就是看它的含钙量。那你来看，你来看。这个含钙量比较高，然后奶粉是100克里面是490，这个是一份12克里面，就是这一袋里面含200克，那就是相当于这个奶粉10克里面就只有49克。那这个里边是12克里边是200克，确实营养更高是吧？含钙比较多，就是不让他们缺钙嘛。嗯，还有啥？还有就是一些维生素，还有锌、铁，好像是这个锌含钙量也比较高，反正。这个里边还有叶酸。对，这个里面有叶酸，奶粉有的里边没有，但是咱们买的这个里面有。哦。我看了其他的配料表，有的里面没有叶酸，但是这个奶粉里边含其他的那个维生素。比这个里面要多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益生菌什么的，奶粉里面也含，但是这个里面不含。来，那给你重本给。这个，好，你自己去冲吧。你自己怎么量？它这两种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嗯。这个奶粉是生牛乳，然后这个不是，但是就是两个一起喝呗。对。奶粉里面有其他的元素，然后这个里面有那个是多一点的。我冲的比较淡啊，没有给他弄那么稠。你和爸爸玩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！你用勺喝，等你喝完都凉了。你喝不完，让爸爸喝呗。上面交给喝了呗。这爸爸喝。好东西一会儿分享，你忘了？一会儿可能会给你空哎。空了。我说对了吧？给一个空的，吃饱了。那过瘾擦擦嘴。那个手板纹儿的呢？嗯，扭头走了。给，这个是你的给。好。现在三台都放开了呢。给乐乐，乐乐别玩儿。现在是真是真是。乐乐的岁数已经可以了，不是说了说要个兔宝宝啊，或者啥都比较好。再往下让。弄。往兔。嗯。哦，再往下怼在树上又不喝了，给乐乐一样。乐乐过年都能上幼儿园了，太早了，3周，不到3周，孩子顺其自然就行了，顺其自然，有了就要，没有了就等着，打开，啊，不能都打开，有的人还只要一台的，那一个黑儿太少了，咱们情况比较特殊嘛，那肯定是2个，最少2个，对。